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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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各位法师，各位学员，各位莲友，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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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掌。刚刚讲烦恼障眼虽不见，大悲无倦常照我。烦恼有障碍的眼睛虽然不能看到阿弥陀佛的光明，也不能看到我们念佛的光明，但是呢，大悲无倦常照我身。阿弥陀佛大慈大悲，他是没有倦怠的，没有间断的，分分秒秒的都以光明来照耀我们，保护我们，也在我们身上显露出他的光明的。当然师父的人也不好奇，他不寻求显妙，也不特别的追求感应，只是了解他自然有这一种功能啊。那么这个看不见又有一种譬喻了，就是说天生下来就是瞎眼的孩子，那么这个瞎眼的孩子他看不到四周，也不看不到他母亲，可是呢他母亲就常在他的旁边照顾着他，也就是说盲眼不见慈母，慈母永不离开盲耳。我们看不到阿弥陀佛，也看不到弥陀光明的照耀保护我们，可是阿弥陀佛他没有离开我们。所以我们就是要这样的理解相信，那么摄取不少啊，这个光明摄取不少又有什么利益呢？利益很多，功能功德很大，不过把它归纳来讲的话，有一个名词叫做现当二义，现在以及将来这两种大的利益。现在就是有生之年阿弥陀佛保护着我们，就是现生保护，平生的时候呢时刻受阿弥陀佛的保护，能够消这个业障，刚刚讲的消业障啊，增福德啦，开智慧啦，保平安啦，所谓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这个是现生的这个利益。那么当就是当来，也就是临终的时候啊，未来世的时候，临终来有现身保护，临终来养我们，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他就亲自来迎接我们，让我们安然无恙的，没有障碍的往生极乐世界。就像阿弥陀经所讲的，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已诸圣众现在其前啊，我们临命终阿弥陀佛就率领着清净大海众浩浩荡荡热热闹闹的来迎接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呢？经文接着就说了，其人忠实心不颠倒，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心不颠倒，
那在当下就会怎么样呢？就即得往生，当然就往生了。往生哪一个地方呢？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所往生的是极乐世界。所以这个摄取不少，归纳来讲有这两大利益，叫做现当二义：现身保护，临终来有，一直都没有离开我们。那么阿弥陀佛临终来有，一方面就是安慰我们，一方面呢就是保护我们。怎么保护我们呢？让我们不受这个冤家债主的讨债和障碍妨碍，也不受其他的天魔啦或自己的烦恼魔啦所障碍。所以善导大师就说了，说众生称念基础多结罪，律义忠实，佛与圣众自来迎接，诸行业心无能爱着。意思就是说，我们众生不管圣人、凡夫、善男、恶人，只要念佛的话，就能够消除这个旷劫以来生生世世轮回的这个罪业。所以说，众生称念基础多结罪，利益终始回生中自来迎接。等到人要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还有极乐世界的圣众自来迎接，这就自自然然的。自动的，不受我们的这个邀约拜托请求，时间一到自然就来迎接我们，不会有差错。诸行业心仍爱着，所有我们的这个业障都没办法障碍弥陀对我们的保护，对我们的接引，都不能障碍我们的往生。这个赞于阿弥陀佛有这一种无碍的光明的这个作用。所以有这个阿弥陀佛光明摄取不少的这个功能作用呢，就显示什么呢？显示只要我们信佛念佛，那么我们呢就跟阿弥陀佛呢与佛同在。这个在净土中也有一个名词叫做机法一体，机就是我们众生念佛人，法指阿弥陀佛。我们信佛念佛的人，我们就跟阿弥陀佛机法一体，也就是说我们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跟我们就一体了，不分开了。这个一体有一体不离跟一体不二。一体不离呢就好像三明治它是三片夹在一起的三片夹在一起，这个叫一体不离。那么一体不二就好像水跟这个牛乳牛奶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体，分不清哪是水哪是牛奶，水就是牛奶，牛奶就是水，这个就是一体不二。所以一体有不离跟不二在华严经来讲呢，就是相即相入那么我们念佛人跟阿弥陀佛就有这一体的关系那有不离也有不二的这个关系我们说阿弥陀佛你在哪里？离开南无阿弥陀佛这些名号之外没有阿弥陀佛，因为离开南无阿弥陀佛，我们哪里去找阿弥陀佛，去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相接触没有那个管道。好像这一个灯能亮，但是它没有这个开关，没有接这个连接的这个线当然现在来讲的话是无线的但总之它必须有那个磁场那个能量，那主要就是它的开关。开关在哪里？进入极乐世界的密码是什么？就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所以念佛的人啊，念佛的人跟阿弥陀佛等于是一体的啊。那进一步讲，阿弥陀佛在哪里？阿弥陀佛在念佛人的身上。为什么？除了念佛的人会去念南无阿弥陀佛，时刻的念南无阿弥陀佛，以阿弥陀佛为他的生命之外，其他的修行人他也没有在念佛，他随其他的法门，甚至没有佛教信仰的人，他更跟佛教就更没有关系。所以我们要去哪里找阿弥陀佛？去念佛人的地方找。念佛人就是阿弥陀佛。所以永历大师就说了，念佛啊，光受同佛无异啊。念阿弥陀佛的人，他呢跟阿弥陀佛一样的无量光无量寿，那善根跟福德也是同佛无异啊。为什么？所谓多善根多福德，或者是大善根大福德，殊胜超越的善根跟福德，除了佛以外哪有呢？没有了。那么阿弥陀佛本身就是殊胜的圆满的超越的善根跟福德，那么这一些功德利用，这一些结晶在哪里？在这句名号。所以只要专称弥陀佛名的人，无论善根福德也好，光明寿命也好，都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啊，都是一样的，是一体不离的，一体不二的。所以说信佛念佛是机法一体，那显示弥陀跟念佛人啊，弥陀与我一起生佛，是同卧同起同出同入啊，一起睡觉啊，一起起床，一起出入，一起做功正，做所谓这个夜夜抱佛门啊，朝朝还同起。那么这样的话呢，不必等到临终，我们现在已经是坐在阿弥陀佛的莲花台上了。为什么？都跟阿弥陀佛一体不二啊，岂不是跟阿弥陀佛同坐一朵佛莲呢？如果懂得这个道理的话，他呢就会一辈子专一的成了弥陀佛莲，而且出自内心的啊，出自内心的，不假思索的，毫无勉强的，欢欢喜喜的念这一句弥陀名号。那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的话呢，就觉得念佛单调，念佛枯燥，对不对？哎呀，我们诵心经啊，多么有意味啊！诵经纲经多么有内涵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同时又是大神咒、大明咒、无上咒、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这一些文句多么优美，这一些内涵多么这个广泛，对我们来讲多么的美好，能够让我们引导我们体会这个空性啊，就会觉得诵经、心经也好，金刚经也好，普门品也好，或者地藏一经也好，内容很丰富，而且文句很优美，意境很高超，那么念佛你念来念去半个钟头一个钟头，老是那一句而已，那岂不是觉得很单调啊？那单调的话就是枯燥啦，无味啦，那念起来念不下去啦，对不对？哪里晓得这一句弥陀名号
三藏十二部经通通在这一句弥陀名号里面。若了解这一些道理，他就会觉得这一句名号意味无穷，这一句名号深广无边，就喜欢念佛，主动念佛。那么舍我得佛这四个字本身也显现净土法门，是什么法门呢？是他力的法门。所谓他力，就是他作自受，是他作自受的法门。如果从因果的道理来讲，所谓善因善果，恶因恶果，自因自果，自作自受啊，这四句，这四句呢是宇宙人生的真理，也叫也是这个一般佛教，一般佛教的基本教理啊。佛教在讲什么？讲这个善恶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是善因善果，恶因恶果。那它这个报应，在时间上来讲，它有过去、现在、未来，它不是现在报，就是未来报。同时，从范围来讲，就是六道，报应在六道里面。那总的来讲，就是自己种下这个因，自己接受这个果报，所以是自因自果，自作自受的。这个是一般的因果道理。那如果从另外一个因果道理来讲的话呢，就是他因自果，他作自受的这个因果。那么这个他呢，肯定是比我们的这个力量更加超越的，他所做的来回向来述给我们，所以他作我受。那么这个他往往是指佛菩萨，那我们这个法门是指阿弥陀佛。为什么？他在摄我得佛的时候已经都已经设定好了，假设好了，考虑好了。也就是说，阿弥陀佛的修行，他呢所发的愿，所修的行，愿行圆满，所得到的这个佛的这个果啊的这个功德内容，都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就是我们的愿。阿弥陀佛愿就我们的愿，阿弥陀佛的行就是我们的行，他是为我们而发愿，为我们而修行的。所以他最后呢，把他的愿跟行都回向都赐给我们。那如果我们信受，我们相信不怀疑，我们接受不拒绝，我们信受的话，就是我们的，是我们可以享受的。从一般佛法来讲，自因自果，自作自受是比较容易让人家理解跟接受的。如果说他因自果，他作我受，那就有点难以相信了。各位莲友，对不对？那么佛陀说法往往用譬喻，为什么呢？因为直接讲道理我们理解不来啊，那用个譬喻吧。那譬喻往往都是用他现在所接触的环境的人事来譬喻啊。那么这一种他因自果，他作我受，佛作我受，如果以世间法作为譬喻的话，就譬如说父亲辛苦赚钱，
来供给这个儿女作为读书、就学、生活的种种费用，啊，这是父亲把他自己赚的钱，啊，他自己努力就是因啊，所领的薪水所赚到的钱就是果报了，就果了，来赐给我们，也就回向给我们，给他的儿女享用。那么对他儿女来讲的话，就是他因自果，他作我受。因为对儿女来讲，儿女没有去辛勤的刻苦耐劳的去上班了，工作了，赚那一些钱，可是呢就白白的拥有那一些钱，可以读书缴学费，可以做生活费用。这是因为他父亲所赚的，然后呢给他，所以从自己的角度来讲，是他因自果，他作我受。那么从他爸爸的角度来讲呢，是自因他果，自作他受。啊，那么换一个角度，儿女辛勤赚钱来供养年老的双亲的生活费用，这是儿女把自己所赚的钱，啊，就是所努力所得来的这个果报，来回向，来赐给，来供养，啊，奉献他的这个父母享用。所以对父母来讲呢，是他因自果，他作我受；对儿女来讲呢，是自因他果，自作他受。啊，那如果就一般人来讲，譬如说有一些善心的人士，或者是想累积功德的，啊，修行人，他把自己辛苦所赚的钱布施给贫穷困苦的人，啊，或者是交给慈善机构去救急啦，救困啦，或者是救苦啦，这也是一种回向送给对方。那么就对方接受者来讲，他没有去累积这一些功德，去这一些钱，可是他自己却拥有了，可以享用的，这就是他因自果，他作我受。那如果从诸佛菩萨的立场来讲，凡是佛菩萨，他最基本的就是要发四弘誓愿。第一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或者四弘誓愿之后，他要去修六度万行，然后呢，把六度所修的六度万行，点点滴滴都回向给一切众生，啊，所以大圣法门，他呢重在于回向，所谓回向菩提，回向众生，啊，回向实际，啊，再回向。那么回向菩提也好，回向实际也好，目的都是要回向给众生。那么对众生来讲，他也没有广修六度万行，甚至呢他也修不来，可是他白白拥有了六度万行的这个果，啊，这个呢是佛菩萨回向给他的。所以对他来讲，他呢是他作自受，啊，他因自果。那么对佛菩萨来讲呢，是自作他受，啊，自因他果。所以如果佛教当中没有所谓的回向，没有所谓的他作我受，他因自果的话，那么就没有大乘法门，也没有所谓菩萨的发心啊，发四弘誓愿啊。那么我们现在修行也是一样，我们诵经的功德、念佛的功德、布施放生的功德，都要回向给十方众生，回向给有缘的家亲眷属，啊，甚至呢无缘的一切众生，啊，所谓平等是一切，岂不也是一种他作自受的道理吗？
所以这个舍我得佛就是法藏菩萨，他就预设，他就假设他的成佛就是要把成佛的功德回向给十方众生，使十方众生能够因为念他的名号而拥有了他的成佛的功德，使十方众生因为念我有了成佛的功德，下辈子呢就能够离开六道轮回，不再轮回了，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就在极乐世界成佛了。这个就是阿弥陀佛他在一发愿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假设好的，所以这个就是舍我得佛。所以谭纶大师他在往生论注里，往生论注下卷最后面结论的地方，他做一个结论，做一个结论，同时呢也建立一个理论啊。他建立什么理论呢？建立他利论。他利，他指阿弥陀佛，阿弥陀的力量，阿弥陀的愿力，阿弥陀的功德力，阿弥陀的佛力，智慧的力量啊，佛智的力量，建立这一种理论。他怎么讲呢？凡是生彼净土，即彼菩萨人天所起诸行，皆缘阿弥陀如来本愿力故。这一段话，这一段话只是一段法语而已，可是能够建立一个理论，是因为它背后有很多的道理啊，来建构出这样一个理论，而这一些道理必须是佛所讲的，是经典所有的啊，也是祖师所传承的，否则的话，离经一致变同魔说。如果没有经典依据的话，都不是佛法，再怎么样的这个有逻辑的这个理论也不是佛法的理论。那么他这里就说了，凡是生彼净土，也就是说凡是往生极乐世界的啊，他能够往生极乐世界的，不管他是圣人啊，早上我们觉悟法师有介绍说，这个华严经里面41位法身菩萨啊，法身菩萨就是断了见惑跟思惑，还有破了这个尘沙惑，已经同时破了一品无明，进入了这个法身境界啊。他们呢也要往生极乐世界，目的就快速成佛啊。凡是圣人法身大士的往生极乐世界，或者是我们这个薄地凡夫，还有贪嗔痴烦恼这一些苦恼啊的往生极乐世界，圣人也好，凡夫也好，出家也好，在家也好，之所以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啊，甚至往生到极乐世界成为菩萨之后，到十方众生世界去说法度众生，追根究本，它的根源来源是在阿弥陀佛的这个本愿力啊，在阿弥陀佛的48大愿，尤其是第18愿，假设没有一个阿弥陀佛，没有48愿，没有第18愿的话，那恐怕没有人能够往生啊。所以能够往生靠弥陀的力量，那往生之后能够成佛也是靠弥陀的力量成佛的，能够到十方世界广度众生也是靠阿弥陀佛把你促成的成就的。所以能够往生以及往生之后回来娑婆广度众生，这个往生还有回来，往跟还这两种都是靠阿弥陀佛的力量，这个叫他利论。当然这个他是指阿弥陀佛，不是指其他的佛或菩萨罗汉或别的人，都不是。那么谭纶大师
在往生论就做这样的结论，建立这样的这个理论，他就有根据。所以接着他就引用四八愿当中三条愿文来支撑他这个理论。第一条就是第十八愿，也就是说有了第十八愿就能够往生，再来就第十一愿，有了第十一愿往生之后就能够成佛。第十一愿怎么讲啊？刚刚我们有念过啊，第十愿就说设我得佛，佛中天人不住定居，必是灭度者，不取正觉。意思就是说阿弥陀佛如果成佛的话，他要使来到他极乐世界的天人啊、菩萨啦、都住定居，住定居就不退转了，不退转。这修行不退转很重要，如果还没有到达不退转，那就非常危险，那不退转就安然无忧了。那当然以通途来讲，不退转有三种，有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但是净土法门来讲的话，只有一个不退，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从佛的境界退转下来。所以第十一愿这个功能内涵，不住定居必住灭度者，不取正觉。那他现在已经成正觉了，已经成佛了，也成就了极乐世界了。所以呢，不管是谁一旦往生到了极乐世界，就怎么样呢？住定居就自灭度啊，灭度，灭度就涅槃了，就不生不灭了，也就成佛的意思。因此谭文大师在这里引用这两个愿啊，第十八愿是往生的，第十一愿是往生之后成佛的啊。然后呢又引用一个愿，二十二愿。二十二愿就是保驾慈航广度众生的愿啊。所以谭文大师引用这三条愿，第十八愿往生，第十一愿成佛，第二十二愿导向慈航广度众生，引用这三个愿来证明往生去极乐世界或从极乐世界回来广度众生都是靠阿弥陀的力量。什么力量呢？第十八愿的力量、第十一愿的力量、第二十二愿的力量。如果阿弥陀佛没有这一些愿，没有这一些力量，那么就没有极乐世界，我们也不能往生。所以往生靠谁？靠阿弥陀佛的力量。所以叫做他力，他力论。所以我们说我们极乐世界是他力的法门，是一行道，是靠阿弥陀佛的，是坐船的，坐在船上的，是靠船的力量的，从此岸到彼岸都是靠船的力量的。我们只要坐上去，怎么坐上去呢？专称弥陀佛名就坐上去了，就这么简单。这也是显示他坐自受，也就是佛坐我受这一种他力论。他坐自受，阿弥陀佛所坐，我们从众生来接受享用啊，是超越一般因果的道理。所以净土法门也叫做特别的法门啊。那除了净土法门以外，所有其他的法门叫做通途的法门。那通途的法门也叫圣道门、自利难行道，特别的法门也叫净土门、他力易行道。那么这一种佛坐我受他力论，他力的道理在无量寿经里面有非常充分的显示。显示什么？在哪里呢？譬如说无量寿经
再次发愿之后呢，法上菩萨接着紧接着就发三个誓愿。第二个就是说，我以无量劫不为大师主，不记诸贫苦，是不成等觉。意思就是说，他所发的48个愿都要成为一个东西，就是无量的功德力量，来布施给贫苦的众生啊。所以他要成为一个大施主、大布施的主人，把他48大愿的功德，通通呢普济诸贫苦。贫苦就是没有智慧、没有福德，所以才在六道里面轮回。那么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是48大愿所完成的、所庄严的，可以说呢，他这个福慧无量无边啊。那把这福慧无量无边的福慧的这个名号来送给我们贫苦、没有智慧、没有福德，因此常在六道轮回、造罪造业、受苦受难的众生，他要布施给我们。所以说，我以无量劫，从无量劫以前乃至无量劫之后，他都要成为一个大施主、大布施的主人，要普济诸贫苦，誓不成等觉。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目的，他就永远不成佛。等觉就等正觉的意思，就是成佛。那么从这一段3、4偈的这个偈文就可以看出，净土法门就他力论，就阿弥陀佛，他是阿弥陀佛的意思。阿弥陀佛以他的福慧的这个功德来给我们贫苦无福慧的众生往生极乐世界，岂不是是靠阿弥陀佛的力量让我们往生成佛吗？接下来法上菩萨又说了，为众开法上广施功德宝，他在因地发48大愿，造财永劫，就是菩萨无量德行，都是在为众生开法障。开什么法障呢？成佛的功德宝，也就这一句名号。所以这一句名号是阿弥陀佛为十方众生所开发的这个法障，所累积的这个功德大宝。之后呢，他就修行了，他就说专求千百之法以慧力全身。他所修的都是千百之法，所累积的功德都是无漏的功德，要以这个来慧力全身。全身就众生，十方众生，慧就恩惠，白白的给他，不跟他讲条件，这个叫恩惠。如果说一个人上班一个月领3万5万的薪水啊，那么对他来讲，老板对他有什么恩惠？有没有？就无所谓恩惠可言，因为他所领的薪水是他这一个月付出这一个月的时间、精神、生命啊所换来的，这个是应该得到的，是理所当然的。领这个薪水是理所当然的啊，不是白白的。那假设他没有上班，照样人家给他3万5万，那这个岂不是恩惠啊？这个就恩惠，他白白得到的啊。所以说慧力全生，又说以大庄严具足众行，令诸众生功德成就。阿弥陀佛以大庄严，什么庄严呢？福德庄严、智慧庄严、六度万行庄严。所以说以大庄严具足众行，六度万行通通具备，令诸众生功德成就。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有这一些功德，等同成就的这一些功德，阿弥陀佛所成就的通通送给我们，等同是我们成就的。
那么在无量寿经其实一开始就显明这一种他利论，显明阿弥陀佛的发愿修行完全是在为我们十方众生，所以经文就说为诸数类作不请之友，呵护求生为是重担，以不请之法施诸离数。也就是说很多菩萨都在效法阿弥陀佛，阿弥陀是怎么样呢？是主动的为十方众生做不请之友，主动来当我们的朋友啊，我们没有去跟他打招呼，甚至我们觉得我们不够格，高不可攀啊，可是呢他主动而来的，他不嫌弃我们身份低或没有智慧，或者是呢很卑贱乃至呢很下流，他主动而来。如果总统或国王当我们的朋友，我们觉得怎么样？很光荣，对不对？可是我们都凡夫，贪嗔痴，将来都会跟阎罗王报道见面，那有什么光荣？必须是超凡入圣。如果阿罗汉主动来当我们的朋友，那岂不是真的光荣，对不对？那进一步菩萨，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他主动来当我们的朋友，那怎么样？更加光荣，对不对？现在是阿弥陀佛，他不请自来，来当我们的朋友，来让我们念佛就与佛同在，这种不请之友，殊胜难得，是不是？是啊，为诸数类做不请之友，后群为是重担，目的为了什么呢？他来当我们的朋友啊，不是要分享我们的成就，是要把他的成就带给我们，同时呢承担我们的债务啊，承担我们的债务。所以说呵护群生为之重担，他要来担我们的重担。我们有什么担呢？我们旷劫以来就是贪啊嗔啊痴啊，所以造了杀人啊、偷盗啊、邪淫啊、妄语啊、忤逆啊、十恶啊，这一些罪业重得不得了，我们承担不起。今生今世虽然生而为人，也学佛修行，可是呢，一检讨之下，还是罪业的多，功德的少。今天的修行弥不了昨天的过失，今世的功德偿还不了前世的业债。那么阿弥陀佛他主动而来，这是他的悲心，他来承担啊我们的这个重担。你不请之法施之离数，我们凡夫烦恼障眼啊，不晓得对我们来讲什么是我们可以拥有的，而且必须拥有的，啊，我们不晓得来理解、来请求，可是呢，阿弥陀佛以不请之法来主动的布施给我们，敲锣打鼓广告，来引起我们的注意，告诉我们这个是我们所需要、非要不可的。那么本来呢要1亿5000，现在呢降价1000万就好，现在呢是推广期间半成啊，500万就好。那么你现在没有储备没关系，先给你，以后有钱再还啊，那没有钱没还也可以啊，这个叫做以不请之法施诸离数。这个也就是专求千百之法以惠利全身，白白的送给我们恩惠，对我们来讲是恩惠。那么像这一些经文都在显示净土法门是阿弥陀佛慈悲救度的法门，是一个救度的法门。那么救度跟修行是相比对的，是救度的话
那就跟修行不一样。意思就是说，净土法门是救度的法门，不是修行的法门。那当然这样讲的话，如果没有正确的讲解，没有正确的理解，那往往会引起误会，认为说啊，那净土法门在佛教八大宗派当中也是一个大宗派的这个法门，怎么不讲修行？那不讲修行的话，也不用皈依三宝，也不用受五戒行五戒，也不用孝顺父母奉师师长，也不用这个行善积德，他们不用做，就会让人家这样的误会啊。那这个当然是不正确的。现在呢，甚至呢，极端的推演说，那只要被救度就好，其他的善不用做，甚至任何的恶都可以大胆的去做，胡作非为啊，放纵自己，恐怕就会有这样的误会。所以呢，净土法门不好讲。释迦牟尼佛在《阿弥陀经》要讲完的时候，最后的时候呢，也就说了：“为一切世间说此难信之法，是为甚难。”啊，也就是说，这个法门是难信的法门，这个法门是难讲的法门，因为不好讲。如果讲说是救度的，白白送给你的，不讲条件的，是他因是果的，啊，那么会让人家怎么样呢？有恃无恐啊，本来众生就是有贪嗔痴的烦恼，啊，逢缘易见，贪嗔痴就会流露出来，那后面有这个依靠，这个保障，就会让他有恃无恐，啊，尽量去做恶事。不会努力的去弃恶行善，但如果跟他讲这个要有条件的，不是随随便便的，啊，没有那么容易的，那这样的话呢，又会阻塞了阿弥陀佛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这个管道，这个管道就被阻塞了，所以这一个法门不好讲，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怎么理解呢？要理解净土法门是阿弥陀佛慈悲救度的法门，不讲条件的，我们只要信受他的救度。怎么信受他的救度呢？专称他的名号，就信受他的救度；专称他的名号，就能够往生弥陀的净土。信、愿、行都在这句名号当中，所以此后呢，我们只要专一称名啊。那专一称名之外呢？要感佛恩，要体会佛心，佛的心就是慈悲，就是大爱，爱一切众生，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不愿一个众生在六道苦海中啊。那么我们体会阿弥陀的慈悲，我们也要尽量的怎么样呢？对其他的人就恩慈体贴，随佛大悲心，阿弥陀佛如何为我，我们就如何为众生啊。同时呢，想到阿弥陀佛希望众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所以我们呢要成为一个善人，而来信受弥陀救度，专称弥陀佛名，愿生弥陀净土。因为有阿弥陀佛的救度，有阿弥陀佛作为靠山，就放纵自己的贪嗔痴啊，所以反而应该去感念佛的心是什么啊？是希望我们去恶行善，诸恶是众善奉行，是希望我们尽量呢能够圆满三福，能够清净五戒。只是说反省自己，五戒不能清净，三福不能圆满啊。那这样就应该怎么样呢？要有惭愧心啊，所以常怀惭愧，感谢佛恩。也因此我们制定这个净土宗中风俗谛，第一条就说
对弥陀恭敬信顺，恭敬心就是说信受弥陀的救度，之后呢对他的恩慈体贴，对自己谦卑柔和，所以对净土我们要这样去理解就正确，不会误会。今天上午就讲到这一节，谢谢大家。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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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